those people you must be strong. Can show them that you're weak. Have you ever told someone something that's far from the truth? Let them know that you're thank you.
喝一口。接过来。好，放下。谢谢。谢谢妈妈。哎、上交吧，红包。好嘞，拿红包拿起来展示一下。I'll show it to the camera. 哎，对，好嘞。爸妈。哎。再见。归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我的手上是一本书籍，我们每个人都看过书，在书中啊，我们读懂了什么叫做人生，在书中我们学会了什么叫做爱情。而在今天风和日丽，大家共同来到了胜利酒店，参加翁强、静心的完美婚礼。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知道这是什么一样婚礼吗？这是什么婚礼？什么样方式的婚礼？有谁知道？请告诉我。中式，没错，很聪明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在我们这个会场内啊，美轮美奂，古香古色，充满了中国的元素。那么在今天呢，翁强和他的老婆静心将要共同携手走进这属于他们的婚礼殿堂。在今天我们将要见证的是一段情的交织和两颗心的融合。在今天，一对幸福的年轻人将要共同手挽着手，心贴着心，在所有来宾祝福的掌声下走进他们的婚礼喜堂。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让他们听一听你们的热情在哪里。来吧，各位，掌声再次响起，持续下去，来，一二三，掌声，掌声不要停，继续。来吧，在所有人的祝福的掌声中，有请新郎官新娘子入席堂。火盆，天降吉祥福临门，跨过火盆满园春。两位新人呢，已经来到了舞台啊！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呢，在我们那个投影上映射出了他们的面孔。新郎大家可能都认识，是吧？认不认识？新郎认不认识？认
都认识哈。好，来说到新娘了，很多人都没见过，对吧？是不是都没见过新娘子啊？大家都知道她有中文名叫静心，她是一名美国人啊。 OK， 美国人。那有没有想见到一下新娘的庐山真面目的？想不想？咱们想不想见到这个来自美国的美女，来自美国的洋媳妇儿？想不想？不要看了，回家吧。新郎说了，你们回家吧啊，是不是把礼钱都随了？随了可以了啊。好了，下面呢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传统的一项，想看到新娘子的庐山真面目啊。新郎想问你一下，旁边那是你媳妇儿对吧？我感觉是吧。感觉是吧？是不是换人了？我先看一眼。那我先不用看了，可以了啊，肯定不能换人。然后呢，我想说你爱她吗？我媳妇儿的话我爱。爱她用英文怎么说？ Love, I love her。 哎，不对呀，我上学学的是 I love you 啊。我不爱你啊。啊，很机智啊，很机智。好了，来，有请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上设备。新郎来，请看好，来，大家，新郎请问啊，问你个问题，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个秤杆。秤杆，没错，它是秤杆。那么再问你一下，知道它是什么含义吗？称心如意，娶个好媳妇儿回家，是吗？来吧，掌声送给他。这个啊，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们的婚礼呢也没有彩排，所以呢每一项都是新郎非常机智的表现。再次把他的这个掌声送给他啊，非常的聪明。既然知道娶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好媳妇儿，在中国呀娶媳妇儿不简单啊。先盖头咱们是有步骤的，是吧？来，请准备啊，来听我说，咱们大家共同见证一下好不好？来，新娘子面向大家啊，你可以用中文啊，用英文给她翻译一下。 OK， 好好，可以了啊，准备好。来，各位请见证，咱们一看嘴，慢慢的来啊，咱们一看嘴，慢慢的给嘴露出来，给大家看一看，看一看这洋媳妇的嘴漂不漂亮。来，樱桃小口给大家乐一口，乐没乐？来，用英文说 smell， 对吗？ OK 啊，乐了。来，咱们二看鼻，小巧玲珑，那是万人迷。我看看这鼻露出来了吗？哎呦，鼻子真漂亮哈。有的人说啊，这外国人的鼻子怎么这么小呢？其实我告诉你，美国人鼻子不代表就是大的，那是俄罗斯人啊。来，给大家努努鼻子，努努鼻子怎么翻译？我叫听什么啊，行，继续吧，反正我听不懂。来，第三步准备好啊，第三步请准备，三看眼，情意绵绵，它闪一闪。来，新娘闪一闪。 OK， 他是听懂我呢还是听懂新郎的了？你啊，听懂我，闪一闪。 OK， 我又学会了英文啊。来，四看眉，美国的新娘笑看谁？看谁呢？呼啊，哎，对，看你老公吧，你别看别人吧，对吧？来，第五步啊，五看美娇娘，情意绵绵，似水长，您都掀过去吧。来，掌声。各位，我想问一问，新娘子漂亮吗？我再仔细看一看，真漂亮哈。 You are beautiful。 哦，他说谢谢啊。来，麦克交到你的手里，说谢谢。谢谢，很正宗。新郎，你很有功啊，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留到了美国啊，很不错。必须的。我发现了新郎，你总跟我抢话筒。我第一次见到新郎的时候啊，基本都他在说，我在听。其实呢，新郎呢，在美国啊打拼事业，得到了自己的爱情。我通过新郎的妈妈得知，新郎是在美国是一名老师啊 ，teacher， 美术 teacher， 美术 teacher 是吧？是。那个美术 teacher 应该怎么说 ？Art teacher。太标准了，这英文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你出去你也会。好 ，OK， 那么进行到下一步啊，各位，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这脑筋急转弯是什么呢？咱们大家现场的好朋友们都共同的去想象一下啊，在咱们人的身上，什么东西最硬？最硬，想想。我没问新娘，问大家伙呢，什么东西最硬？牙齿。OK， 说的正确，但是增加一些难度，有什么东西流传的更久远？谁说的戒指？不是戒指，是人体上的，戒指是外来之物嘛。头发，对，没错，确实是头发，因为头发呀可以世世代代的流传下去，可以保留未来很久远很久远。所以呢，同样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习俗啊，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这一日夫妻啊就是从他们结发开始，这叫结发夫妻，大家都听过这词儿吧？好，来，结发夫妻稍后给大家见证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结发夫妻。来，有请两位新人相向而立 face to face。 OK， 哎呦，我这几个英文倒学了俩礼拜呀，终于全都用上了啊。来，有请咱们的工作人员。下面呢是结发啊，首先来新郎先拿起这把幸福吉祥的剪刀，找到你美的，你这拿有点吓人，对，你先放下，我还没说完呢。找到新娘子一根啊，别一根了，一撮啊，一绺，看怎么剪，我看看怎么剪，我看看啊，哎哎哎，停停停，这好家伙，你真是暖男呢，就剪了两根儿。没事儿，你媳妇儿这么漂亮，不差那一绺头发啊。这头发呢，将会永远保存到以后，陪伴你们幸福永久的。所以呢，多来点儿，我看看。挺吓人。别紧张，手别抖。你知道为什么你剪半天剪不下来吗？不知道。剪得不快，我故意的，让的那个剪子它就是不快，所以说告诉你了，娶媳妇儿没那么容易啊，结发也不是那么好结的。所以来下一项呢，由新娘剪新郎的头发了。好啊，看看这美国人怎么使用剪子啊，美国还也有剪子是吧？看怎么对待你老公的啊！哎呦喂，你们可真是两口子。你老公这么多头发，你就随便剪呗，就挑一根两根的。这美国人使用中国的剪子，我看看会不会用。来，我看一下，别动，别动，拿好 ，stop。我看一下，来，这是多少头发呀？没了，没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吧，新娘，重新再剪一下。你太心疼你老公了。我看一下啊，这回你剪的不合格的话，你告诉你老婆，她剪的不合格，我还吹掉。好，这回不错，来吧，放到吉祥如意的红布上面。
来，新郎新娘共同把红布包好。这就是他们的那份爱，这就是他们的那份幸福，来吧，掌声送给他们。这个外国友人呢，可能这个掌声不激烈，是不是他们没听懂啊？告诉我掌声怎么说。哇哇，对，就是这样，当他说完之后了啊，妈妈鼓掌了，妈妈说他说哎，听不懂，我也说不明白。好了，那么进行下一项。哎，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参加过婚礼对吧？参加婚礼呢，西式的婚礼当中有一项喝酒，这个酒叫什么酒？交杯酒。都知道交杯酒。在中式的婚礼上，这一杯酒叫什么酒？你们呢，做的中国人真不合格啊，外国人的东西知道，咱们中国人的东西那就不知道了。告诉各位啊，一定要记住了，它叫合锦酒。合锦，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合锦酒，记住了吧？ OK， 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合锦酒啊。那么喝了合锦酒，好事天天有。来吧，有请咱们美丽的工作人员呈上一杯幸福的合锦酒。来，两位新人，请你们右手持杯，这个不叫杯，这个叫瓢。右手持杯怎么说？好，来，相向而立 ，face to face。哎呀，新娘终于听懂我的话了。哎，请准备。喝了这杯合锦酒，好事天天有。喝了这杯合锦酒，幸福到永久。来吧，掌声，各位。好，来，先不要拿走，两位新人面向所有来宾。我看看这酒都喝了吧。好，新娘用过这东西喝水吗？No， 没用过是吧？知道它叫什么吗？用英文告诉你。You know how to call this thing? Again. 什么意思？葫芦。说对了。美国有葫芦吗？我以为中国有呢，因为葫芦娃嘛，对吧？国产的它是。好，来，两位新人拿好这个葫芦。轻轻地扔在地下。OK， 大家可以看到一反一正，看到了吧？很奇怪的出现这个现象，一反一正，他们为什么不是全都是反的，全都是正的呢？这个叫一心一意，一心一意的对着彼此，一心一意的好好过生活。来吧，为了他们天注定的一心一意，掌声送给他们。没事儿，没摔坏，别心疼。来吧，婚礼呢进行到这里，我想新郎肯定会有很多想说的话要送给现场所有的来宾，送给他的老婆，送给第一排的所有的外国友人。 OK， smile。 OK， 哎呀，我英语啊真不行啊，这以后得学双语主持。来吧，新郎，把麦克风交到你的手里，下面用你的真心与真诚，把你的祝福，把你想说的话送给大家。谢谢主持人。没说完呢，掌声。谢谢。首先呢，我要感谢各位尊敬的来宾各位亲朋好友能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参加我和静心的婚礼非常感谢就是真的是难以言表你们对我的帮助呢，可能是无形的，可能是有形的
我这一辈子走到现在，很多面孔我可能已经忘记了，但是你们对我的恩情我还没有忘记，所以谢谢你们。其次呢，我想感谢我翁强自己的同学朋友，今天是为了我而来的，大家都各奔东西，有北京的、上海的，有外国的，就是很多，特意来参加我的婚礼，真的很不容易。有一些朋友都没有到场，所以说，也感谢你们啊。然后接下来呢，我想有请我的这些远道而来、从美国来的朋友站到这个台上，然后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啊。You guys please come upstairs. All of you guys, thank you. Come on, man. 我给大家，谢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好不好？这个是我的朋友 Amanda， 这个是我的干弟弟内特。来吧，咱们掌声再激烈一点，好不好？人家国外有人都站在舞台上了，咱们掌声还是稀稀拉拉的，多不好啊！来，掌声。好，谢谢大家，谢谢。这位呢是我的干妈妈，叫克里斯。这位呢是我的，我想说亲妈，但是是丈母娘哈，这是我的丈母娘，叫玛丽莲。大家都很好奇我翁强这四年的变化这么大，出去美国四年前2012年还是一个很有问题的学生，很多亲朋好友跟我说别出去了，出去你也学不到什么。我当时满怀信心的走出去了，遇到的艰难坎坷呢也是给你们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我去跟朋友一起玩，发现我的钱包里面的卡所有的钱就全都没有了，我的干妈妈就给我说你需要什么没关系，我给你，我给你钱买吃的，因为没有钱我连吃的我都买不了，自己一个人在国外你不可能说给妈妈打个电话，妈妈我没钱了，你给我打个钱，打个钱还需要好几天的这个中转的时间。所以说我的很多这些美国的家人都在帮助内特，为什么是我的干弟弟呢？我们一起上大学，在迪克西州立大学，我不会英语，我点餐都不会点，是他像照顾小学生一样的来照顾我。你看他高高大大，黑黑的，就是特别健壮，一条很吓人，是不是？我让他别给你们笑一个，看看吓不吓人，好不好啊？ Don't smile, act tough. 所以说真的很不容易，这些年我在外打拼自己一个人，其实也不是这些朋友这些亲人，国外的亲人为什么他们会花几千美元的机票特意来看我的婚礼呢？他们都来参加过我的美国的婚礼，就是因为真的是亲人，血缘很重要，但是呢朋友也可以成为亲人这里呢我给他们都拥抱一下感聊表我的心意。来吧，朋友们，响起热情的掌声，好吗？掌声不要停一直在持续。这是干妈妈、丈母娘，你看到丈母娘呢肯定多停留一会儿，要不停留一会儿丈母娘就说你是吧。来吧，新郎你继续。然后呢我想请除了我干妈以外的这些朋友先回到座位好不好。Go back. Mom, you stay here. Mom, you go back too.
的干妈克里斯呢，可能一般人不会相信，克里斯其实是可口可乐公司北美洲西海岸的财务总监，就跟 CEO 是一个样子的，他主管财务。你看他像吗？不太像是吧。他特别的平易近人，他不像其他的人就是有钱了有势了就摆谱，他不是。他对我的爱，对他亲人，对他丈夫的爱，大爱无疆吧，这个是我唯一能想到一个词吧。那今天的未来呢，也想聊表一下他的就是一切，我们让他讲两句好不好啊。喵。So 4 years ago, 四年之前呢， Edward came to Uta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t my son Nathan. 我四年之前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犹他州，见到了内特。And he then would bring him home to visit my husband and I, and we just really learned to love Edward. 我会跟内特去他家一起玩啊什么的，然后他和他的丈夫就是对我们照顾有加，就是特别稀罕我们。And we taught him some American ways to eat with fork and knife. 这说起来有点丢人，但是就是说他说呢他们教会我如何使用美式的这种吃法，用刀和叉。We had him over for Thanksgiving Day, which is a big holi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re very thankful to have Edward in our family. 他会邀请我去他家参加就是家庭的晚宴呀，就是感恩节的晚宴、圣诞节的晚宴什么的。And we're so thankful for mom and dad to meet them and love them too. 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就是对我的照顾，对我的教育。也成就了我今天的这个翁强这个人。Then we met. Then Rachel came and her family into our family too. And so we're so glad that she's here too. We love her too. 然后呢静心也进入了这个一个大家庭的组片。我后来见到静心，然后他也成为了家庭的一份子，他也很爱静心和他的家人。是是是。是是是。Thank you. 他没有告诉你们，他说的，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适应，就是美国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会用筷子来夹所有的东西，就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样。我会用筷子夹薯片，我用筷子夹土豆泥，所以说他们教会我了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个很丢人，他们感觉这是一个笑话，就是我用筷子来夹所有的东西。最后呢，我想请我的父母上台，我想有一些话对他们说，请一下。漂亮，真的。我的父母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的亲戚朋友可能也都知道，听他们抱怨过。我从小到大，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是不是？初中的时候，学习就不爱学了，然后我就不想上学了。喜欢打电动游戏，喜欢打玩电脑，不想上学。我的父母一直坚持，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就说，尽管你不爱学习，也要在学校里待着，也要不要学坏，要坚持住。后来呢，高中也是上学好好的，不去了。
好好的三中不念，搁家待着。我爸气得患了胃病，妈妈心脏病，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我呢？各位在场的父母，你们也都理解，大家都说生儿生女难，你冒着生命的危险诞生下来一个生命，养儿养女不难吗？所以今天呢，我要在这里表达一下我对我父母的感激之情。我是一个不孝儿啊，我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就没有尽孝，现在出息了，我喜欢吗？不喜欢呢。我现在远在美国，飞回来一趟30多个小时，你们父母孩子都能在一起，周末可以一起吃个饭，那就是无比的幸福啊，你们要珍惜啊。来吧，把掌声送给新郎好吗？我们被新郎所说的这些话语所感动着，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就是我们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身边的父母。没事的时候啊，年轻人一定要记得常回家看看。新郎，继续。所以呢，今天时隔好几年，我再给他们行个礼吧。这是尽孝礼。祝福爸爸妈妈，祝福你们在鞍山身体健康，万事顺意。没事儿，新郎。现在交通非常的发达，没事儿常回家看看啊。虽然机票有点贵，多挣点钱。谢谢大家能抽时间过来聆听我的这些唠叨，谢谢爸爸妈妈。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也就对不起，我也不想耽误大家的心情，大家应该开开心心的。这样，掌声欢送我的父母回到座位，我们把婚礼结束，好不好？谢谢，谢谢。其实啊，这个泪水是幸福的，是感动的，是感激的，它不是悲伤的。我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幸福的泪水所感染着。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的把掌声送给两位新人，送给台下的父母，送给台下的所有外国的友人。在这里呢，主持人保罗要再一次的祝福各位，2016、2017、2018，在未来几十年都会身体健康，万事顺意。来，掌声。刚才啊，新郎说了一番话，我身为主持人主持这么多年的婚礼，从来没有感觉眼泪要流出来，因为刚才我确实泪水在眼中含着。这是多么真情的一段祝福，多么真情的一段述说啊。当我第一次见到新郎的时候，
他说好久好久才能回来一次。我说你就没事多回来呗。他说你要知道，不是机票钱的事儿，而是我回来一次太不容易了，需要到韩国去转机，然后再回到中国，然后再从中国再一点一点的回到鞍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30多个小时。他说的30多个小时只是从美国航班起飞到中国的航班落地，用了30多个小时。大家可以再设想一下，从中国的首都机场也好，桃仙机场也好，再从那里再来到鞍山，又是一部分的时间。所以呢，在这里我祝福新郎，祝福你在美国一定要好好的生活，好好对媳妇儿，好好对丈母娘，好好把你的教学发展好，同样也希望你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流传到美国，好不好？好。这个传统文化呀不用多传啊，首先先传你媳妇儿点，把中国话教好，对，以后生出来一个宝宝是混血儿，第一时间出来爸爸妈妈啊，这个虽然说全世界都是通用的爸爸妈妈，但是一定要教会他中文，好吗？来吧各位，再一次见证两位新人爱情的时刻，再一次见证两位新人感恩的时刻。下面呢，同样是咱们中国非常传统的习俗，我想这个习俗大家都应该知道，它叫什么呢？三拜礼。第一拜，各位请见证，两位新人请准备，一拜天地，天长地久，地久天长。咱们二拜高堂，祝愿高堂身体健健康康。第三拜，各位都知道吧，夫妻对拜，夫妻对拜，下一句是什么？共入洞房啊，这小姑娘就知道这共入洞房，开个玩笑啊。来这儿，我说夫妻对拜共入洞房，咱们现场所有的人都要喊出来好吗？大点声喊出来啊，迎接他们共入洞房。来第三拜，夫妻对拜，来吧，共入，有请两位新人携手步入洞房。好的，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国外的友人们，新婚盛典到此圆满礼成，本次婚典由鞍山荣祥高分婚礼策划机构为两位新人倾情打造，主持人保罗再次感谢你们，朋友们有缘我们再相见。跨国婚宴啊，所有马戏的，一二。
这是。在等待，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情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心情都忘掉，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哦，当别人快乐时，好像是自己活得幸福。